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宇，我又来了。我现在呢，位于哈尔滨市的一个太阳岛上，看我身后就是缆车，一会儿我打算去坐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还第一次坐缆车啊，我还有点害怕，还有点紧张。我现在去体验一下。成人的单程一个，五十。二三四，绕了就行。我现在已经锁到了，这手都已经出汗了。哎，我有点恐高啊。它这个为啥直晃悠呢？左右，我都不敢看外面的景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？这个东西一直在左右的晃啊，晃得我一动不敢动，害怕。僵硬三分钟，我现在是一动都不敢动，因为我觉得我一动，它这个晃又更厉害。看到我的手心了吗？全都是汗下的。终于要完事儿了，我这手和脚啊都是汗。快点开门吧，快点开门吧。藏有多少悲和喜，像冰雪细腻又如此透明，仿佛片刻就要老去。整个城市的孤寂不知。刚才呢已经飞了一圈无人机，然后现在打算坐船回去。这里呢很多年前呢我来过一次，和之前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不能再给你安慰，内心里